现在你喊了什么门？我也不拉呢。这是什么地方？老虎山。老虎山。洛阳的啊。啊，洛阳老虎山。哦。然后的话，你这树是九年的了。九年。十年啊。嗯。青岛的啊。啊。啊，你用我们的大理湾，用了九年了。也有十年了吧？也有十年啊！哦，那现在我们的产品也蛮久了吧？哦，久啊，就是讲，我这还没在家，反正其实我这是买包个，就是讲放个板凳啦。那么你们两个老爱在家放花，也没用敲人家哦。那对呀，这个好经理呢，没多过一人，就是等车有点困难。等车有点困难哦。那么放花那是没用去找车子拉。没用挑人哦，哦，所以现在我们的肥料要十年了哦，嗯，有了，用我们的肥料呢，然后你们村有没有问我们的肥料那那样人家想用有没？啊，真今年我自个干干单子回单子了，啊，那种的房子种肥料嘛，他们讲建那种房子种肥料，大一房了再讲。这种都放等等在等等拉的哦对呀等等可以将等等拉合的等直接可以放到许久哦那么的没人你哥哥爱和撞一小火车哦你家总要给我猫安去起码有七八的猫嘛七八十猫哦七八十猫现在是全部都用我们的大理湾当然用你们的大理湾嘛用我们的大理湾你用跟阿哥一起来放肥吗还是给他一个人放就得了有得工就来没得工就没来反正就得一个人一来一得一个人来就得了哦那没像以前如果是要用农场规肥的话一包跟一包那个可能要两个人是吗就没能偷懒了你也没能放心他一个人来那是用来请人家车子拉那如果是以前你放农场规肥那是也是自己放的亲人放的也是自己放哦，但是比较辛苦哦。哦，辛苦，这里来各种反正，反正来要干干到上面那个，反正都没用干，就是讲到，那这种大理湾不得，嗯，两栋都完了吗？两栋哦，啊，两栋好多的事吧？哦，你看这在这个房上个。那个可以放牙到那个晚上就摇摇门跟踪嘛我们的一包才十四斤哦那随便跟那包的走哦一边走一边放没想到一包跟一包都没放得去远哦来回你还扛了包一座里呀、啊、哦对呀、啊、阿姨想你今年叫谁了露丝的露丝了哦如果是在喊你扛了一包跟你可能好座里了哦赶快大了赶快大了哦所以还是我们的大理湾好没用去扛哦十四斤随便包了那块就得一时包两包都没有问题哦包两包一包就随便走了嘛走那块就得了那么辛苦啊哦那么辛苦要不然你有搞弄一包跟一包有没有人帮房的话真的好辛苦扛包呢回去晚上都腰痛了腰痛嘛哪里有牛车个就跟拉到这个一站买牛去了、嗯、没有牛了也没有人养牛了哦看用我们的大理湾树比较均匀哦五年可以看了嗯五年今年十年了十年马上就可以看了已经看过去基本上都是比较匀的树没有跟那今年他们哪里来干啊像该好的去玩怎么买的空买这个还给我再用的好就这样子啊、哦、谢谢你阿姨